有本事通通事先讲哈，昨天江江解盘跟各位分享的全国最强预告技术一二三法则，二拉回后三会喷出，今天呢惊为天人的送大家200点暴利哈。好，另外来看这个建达，扣3D 是提款机，目前已经赚了42%。再看宏达电，没有人看不懂起涨的主升箭头，今天是亮的第三根涨停，恭喜全国的会员跟 APP 的用户。好，昨天才讲完有没有威盛的长均线黄金交叉，今天直接强喷涨停，有没有数钱数到手抽筋？还有呢，我一路讲的 AS， 好，1025呢，园区有钱人也是 APP 的用户哦，在今年上半年亚诺法大赚93%后重压 AS， 有没有1025今天哇已经喷了160块了，有没有每个都大赚哈？好，简单轻松明确愉快的股市人生，请各位把握。另外呢，中投系来的哈，不止大主力今天开始金叉翻扬，投资朋友下周三开始月线也会翻扬，甩掉右空后会有更强的暴力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好，今天是7月21号，礼拜四，台北股市喷的204点，投资朋友，江老师苦练20年的技术有没有炉火纯青？有没有啊？淋漓尽致，无懈可击。昨天才讲完小背离拉回二的拉回，一二三法则，一突破二拉回三攻击快喷出，今天喷了204点，是没有错吧？哈，然后呢，投资朋友，你看哦，13935我说什么？我说二度背离。14054我说扣3D 提款机，我说很快会过万五，我说15734是最少满足点。那今天呢14937啦，逼近万五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投资朋友，很快的你会买不到万五以下。然后注意看你今天的结构哈，不止主升在涨，不止主升段标股在涨，连跌升反弹也在涨。它隐含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个股结构真的变强了。你看这个上个礼拜六，江老师连续2周免费送的最强战报，有没有跟各位讲个股结构变得好强好强好强？没有错哈。所以投资者，按照这种结构变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，maybe 哈，或许他挑战15734之后震一下，又再喷千点。所以投资者，那你怎么办？到时候你会很尴尬，买也不是，不买也不是，懂我意思吗？哈，所以言下之意哈，听江江的，赢在起跑点，真的是人生中啊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我一样会讲给各位听哦，哈，今天如预期，大主力成本翻扬助涨了，下个礼拜会有更强的助涨力道，我一定想尽办法尽全力说服你鼓励你帮你赚大钱哈。待会注意看我的节目哈。好，来投资者，来，有没有我跟你讲过，有没有15734最少满足点，好不好？我不是今天才讲，我在翻多第一天就跟各位讲哈，15734最少的满足点，有没有？我们的 APP 的目的何在呢？简单轻松明确，让每个用户都能够轻松成为大赢家。所以基本上呢，你越早开通是越早开始暴赚，你慢一天行情正在多头这个喷发嘛，你慢一天呢就少赚很多很多了。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能够体会。来，你看哦，从建达阳明光开始，然后呢，再到本周的游艇、东哥游艇、金浩、中沙、高瓴、高丽等等，有没有？然后到今天呢，威盛又涨停了，昨天讲完对不对？宏达电又喷涨停了。你看哦，我 AS 我一路 APP 说断定它是主升段标股，没有错吧？今天创新高了，好，来待会一一来做检验哈。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
越赚越感恩，越赚越开心，所有的感动都从开通 APP 的那一刻开始，所以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，因为我们 APP 只让你用眼睛看，就是说你不用去思考太多，你不会涨也怕跌也怕，完全没有难度，直接帮你爆赚，请各位务必要把握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用技术研发出来的 APP 呢，带给我们很多的幸福跟获利。然后今天是7月21号，再过六个交易日，下下礼拜一开始会全面的霸气升级哦，请各位把握最后的标股99的优惠。然后呢，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然后两大粉丝团，请各位用扫描 QR Code 的方式做加入来哦，重头戏来了哈，来的话，为什么？我是平凡人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平凡人，我也是普通人。可是为什么我可以事先讲？然后你去看这个大的波段，连这个细微波，我通通事先讲，事后让你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？为什么有个分析师叫做江江，如此用心？不只会，还很愿意把我会的通通事先讲给各位听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投保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是139935？那请问是不是二度背离？前一次背离喷千点，那请问了二度大背离，这样喷出去会不会比这个千点更多？投资者没有错吧？哈，我们各位讲，一二三会喷出，跟这边一样啊，这边涨千点，这边至少涨千点。好了，13935涨千点，就毕竟万五嘛。我说过，很快万五就会过，同学们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周转折扣三 D 有没有？提款机要喷啊，14340说要喷啊，说量小空空一恨，同学们有没有？你看哦，你从低档一路空空到现在，今天是不是越空越恨了？有哈，全部讲的。事先讲的到今天全数都验证，好不好？更精彩的来了，你看，来这个这是谁？是8523，八我在7月13号，指数14324，我跟各位讲什么事情？8523扣三 D 的结构，15159扣三 D 的结构，跟现在的结构一模一样。基本上这个三个圈圈的扣三 D 啊，转折都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既然这边跟这里前两次都有波段让各位赚一倍以上的股票，这一次一定会有啊，所以一定会有，懂我意思哈？所以一定要把握哈，来的吧。然后呢，转折是力量，有勾勾勾出未来大涨的希望，15734一定会来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投资者你看到昨天哦，你看哦。江老师如何带会员，如何带全国散户参与台股？你看哦，已经逼近涨千点。我昨天为何说一点小背离？然后你把技术学好，同学们，我讲真的，你透过我的网络技术班把技术学好，有没有带你畅游台股？有没有一点点小背离而已哈？所以拉回再上。然后你不懂啊啊，新的会员不懂啊哈，然后观众也不懂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我昨天讲给各位听的，你看是不是金叉？两条大主力长均线金叉，那过去的案例有没有死叉会先弹起来再跌？那请问金叉会不会拉回再攻？然后你看过去的案例有没有跌一波之后是不是突破了？突破之后是不是因为黄金交叉？有没有看到金叉后通常惯性会拉回？它拉回后会有更大的喷出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开盘前，盘前哦，在我的脸书社团，在我的 Telegram 的社团，好，这个粉丝团有没有？同学们，我画图给各位看啊。昨天是不是收14733？同学们来哦，再跟各位见证一次哈，太强大了哈，有没有？哎，跌大嘴有没有？要死叉，要死叉的时候是弹起来再跌啊，是不是金叉了？所以是拉回来之后再攻，同学们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哦，我各位讲过有没有？这是我们的网络技术班，超强的技术班的学员，学的东西。我们在学这种的预告技术，非常非常这个扎实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重复使用，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只有今这一次碰到，你耳后会重复碰到5次、10次，甚至更多，有没有？这是一辈子过的幸福好生活，就是说。你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，但是我们自己永远有凭有据，
为什么昨天说小背离拉回，二拉回三会攻击一二三法则？然后呢，昨天是不是说14733？投保今天收哪里？今天收14937呀、啊？就一个很简单的有凭有据，很简单的一二三法则啊！你掌握这个脉动后，今天直接送各位200点，好不好？没有错吧？哈，这是我苦练20年的技术。你看，不止大方向哦，连细微波都惊为天人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你跟着最强一起学，一起暴赚，一起学这个对你一辈子哈都很有帮助的技术。然后呢，待会我会讲哈。会有更两种的助涨力道来，对吧？你看到、哦、基本上今天是不是来了？今天是已经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箭头往上了，有没有看到助涨？大主力成本之前是助跌，今天开始正式变助涨哈。然后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来，对吧？来哦，这是我今天的节目的重头戏来。大主力已经如我昨天所讲的金叉后二拉回三攻击，今天翻阳了。那下周三起，投资者注意一件事情，月线也会翻阳。就是说我们昨天讲一二三法则，对不对？二拉回是为了洗盘甩轿兼诱空，今天成功了。今天甩轿洗诱空成功后呢，下礼拜三开始，一旦月线翻阳，会有更强更快更多的暴力来解释给各位听了。来，对不？好，你先来看这个，来，对不？这个是我先讲月线好了，来，对不？你看哦，今天月线是说日线收14937，月线扣底价是不是底价？来，我们来数馒头。来来，明天是不是扣？礼拜五，礼拜五是扣这一根。那下周一、二、三，好不好？答案出来了哈。下个礼拜三开始扣低，而且是连续扣低。那一旦连续扣低，月线将走平后翻阳。那月线是主趋势线，好不好？来看标，来看这个标准答案。主趋势线翻阳助涨，主趋势帮助上涨，请问喷不喷？好不好？白话文对不对？主趋势翻阳助涨，主趋势帮助这个盘势涨，那请问喷不喷？直接喷啊！所以我说过哈，我的当初讲什么？讲这我们在这边讲万五很快就会来。今天讲什么？你很快的你会再也买不到万五以下。好，请各位牢记牢记哈，并且把握来。最后没跟各位补充什么？投资者注意看哦，来。好，我来画个圈圈哈，来有没有？这是金叉对不对？这是死叉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投资者注意看了哈，你看这个过，你看这个过去的记录，当大主力死叉后是不是筑跌？它一旦筑跌力道变强，有没有？哎 ，K D 字在低档什么钝化？因为大主力帮助下跌力量很大，低档钝化变成什么？变成它很会跌，用崩的什么有没有？那现在呢？事过境迁，二度背离变成多头涨千点，今天刚好已经涨了1002点之后，投资朋友注意看哦。那因为大主力成本已经翻阳。翻阳未来的时间是助涨的，一旦助涨，那 K 值很容易在高档形成钝化。那这边钝化是暴跌，那请问低档钝化是暴跌，跌很凶，跌到散户血流成河。那请问这个会不会高档钝化后变成喷很凶，喷到空头死光光？懂意思吗？我讲的够清楚够直白哈，所以你看哦。投资你自己事后去回想，当初我说139935成立之后，我说二度背离之后14054扣三低之后呢，直接跟各位断言15734会来，好不好？没有错吧？好，慢慢的只是印证江老师是你唯一最好的选择哈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啊哈，来，好不好？那再回过头来各位补充一下，投资来哦，这是这个月线对不对？月线翻阳，我说过它很容易助涨。好，它一旦助涨，可能就喷的。好，喷到季线附近，是不是在15734的？好，因为季线还没有，因为季线还没有形成什么，形成一个翻阳的这个走势，对不对？所以未来季线有没有？它来到季线附近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洗了。它洗的时候你就尴尬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变成双八，被扒的很惨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哦，当初这里来，这里来，每天都赶快来，现在是不是都赢了？赢了之后，未来你就可以游刃有余嘛。那你假设你整路都错过了，未来你会很尴尬，因为你一进去的时候主力就弄你了，懂哈？然后等你把你又弄到这个多双八到你又不敢进场的时候，他又喷出了，
我懂意思吗？就是主力的心态，主力的思维，好好学习，好好跟着江江一起来，自己把握机会了。再讲一个结论，你很快就买不到万五以下，很快就会看到一五七三四完全验证，慢一天少赚很多。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找一出新的？那今天主升的有涨，跌升反弹也有涨，那怎么办？还是买主升啊，不买这个跌升反弹。来，好不好？一定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永远的坚持，一辈子的坚持。你不能说因为今天跌升反弹比较强，所以我就放弃主升的，我就跑去做短线，懂意思吗？不行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因为一个人的投资生涯很长，你一定要用培养这种赢家只赚暴利，只赚主升暴利的气质跟风范。也就是说符合主升的标股起涨第一天 APP 全部帮你搞定。那为什么我的 APP 可以帮全国散户打造简单轻松明确很愉快的股市人生，好不好？口说无凭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证据，这边扣 3D 喷翻啊，那这边会不会喷翻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喷翻？前一次扣 3D 暴涨两倍，那这边扣 3D 难，你要不要把握？29喷到41，赚42%，对吧？没有错吧，哈，这是很固定的模式。我们 APP 给帮你赚钱的方法只有两种，箭头跟扣单低，没有第三种。就是说你可以用简单固定会赚钱的方式重复去赚，此生就一直重复去累积你的资产的成长，哈。来吧，宏达电，好不好？那请问呢，全台湾有哪一个散户他会跟我说，江老师我看不懂箭头，这边没有箭头，这边没有。然后呢，请问有哪个散户他会告诉我说他看不懂箭头的意思？红色叫做明确的起涨箭头，只要符合主升段起涨第一天，他会给我们明确箭头，投资朋友。那请问这种操作方式对你会不会很有帮助？超级有帮助啊，这是我们 APP 的最强项，对不对？只给各位主升起涨的讯号来哦，这是52块钱。好，喷到62，今天宏达电是第三根涨停，对吧？第三根涨停，是吧？那请问呢，你可不可以说，哦，我起涨买进去之后，上个礼拜黑 K 就放弃了，是吧？你懂我意思啊？他专门帮你锁定主升暴利，你看今天第三次涨停26%了，是吧？有没有？好，再来，好不好？阳明光。请问有哪一个散户，然后呢这个箭头会看不懂，好不好？哪个散户会看不懂箭头？不可能嘛，够明确嘛，起涨箭头符合主升第一天，进入主升段起涨第一天， APP 负责帮你搞定，用箭头很明确让所有用户都看到，70.2块，然后呢喷到98，请问有谁赚不到？请问哪一个 APP 用户无法轻松成为赢家？你跟我讲，懂意思哈？太简单，太轻松，无懈可击哈，有没有？我们的 APP 只有箭头跟扣 3D， 就用这两个很简单、轻松、明确的讯号，帮你种下暴赚梦想的种子位数，对吧？你看有没有从头到尾都一样啊？越看越简单，越简单就你用越容易上手。然后你一旦展开获利的旅程之后，你就停不下来了，对吧？你真的会停不下来哈。你看这个是位数，明确箭头两根停板，有没有？好，先进光明确箭头两根停板，没有错吧？哈 ，AS 来，对吧？1025。园区很多有钱人大股东也是江老师 APP 的用户，然后呢，今年上半年亚诺法他们曾经暴赚93%后重压 AS， 因为有钱人喜欢买高价股哈，1025块看到箭头重压，那重压然后呢，它没有任何一天是涨停板，你看哦，投资表，你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。就是说，所谓的赢家的气质跟风范，它没有一天涨停，可是从箭头出现买进暴牢重压到今天创新高，园区大咖通通每个都大赚160块钱，
每一个 APP 大咖用户全部都赚160块，未来会赚更多，因为进入主升段，懂我意思吗？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很轻松、很明确，你不会被大盘昨天留上影线紧张了又看空了，那今天这个一根长红棒喷掉204点，你昨天保守，你昨天看空，今天是不是很尴尬？今天到底追不追？你昨天因为开高走低，然后你害怕了，你情绪受影响了，你今天追还是不追？是不是很尴尬？你此生永远都在尴尬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的话，把这个错误的模式改变掉哈。来，你看哦，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。我说过没有难度，因为没有人看不懂哈，直接都爆赚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东哥游艇扣三 D 29万，赚29万。金号扣三 D 两根停板赚18%，高利61.5明确箭头69，直接赚了7万跟15万。中沙淘宝礼拜一的箭头，本周一箭头到昨天赚13万，淘宝可以接受吗？太轻松、太简单、太无敌高龄，有没有？礼拜二的箭头，礼拜三涨停，今天也是创高啊，有没有？哈，来淘宝，命运呢不是不会遗传呐。你过去做不好，好不好？你要改变啊！你改变，你就必须把过去导致你亏钱的那坏毛病把它改变掉，对不对？扭转命运靠自己。那假设自己能力不够怎么办？靠江江了哈！我的技术分析值得你，真的值得你来学哈！你看昨天的一二三法则惊为天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靠江江，然后呢，靠 APP 的 APP， 我们的 APP 来帮你哈，自己把握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是威盛，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看喽哈。扣三 D 提款机一倍啦，说请问是不是扣三 D？ 是不是够明确 ？A P P 帮用户选标股，自动帮你选标股，好不好？49啦，你买不到了，对不对？49，然后它喷的2-2成，然后昨天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昨天投保，你注意看哦，昨天这边金叉，上一次投保，你看哦，上一次长均线金叉喷175%。好不好？不是17%，也不是75%，是175%。那请问你的眼睛是雪亮的？我们昨天是不是你不懂，我讲给各位听嘛。昨天出现长均线金叉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元宇宙还有很多很多？好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。昨天557，今天603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？有没有？就是扎实的底子。就是说，我这是我苦练20年的技术，20年不是2年，不是2个月，不是2天，日积累月累出来呢，造就我们什么赢家的气质跟风范，懂意思哦？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哈，所以不用怀疑哈。A P P 史上最强 A P P， 然后再过6天很开心了哈，要全面的升级哈，给各位更强大的功能，更强大的引领，自己把握机会了哈，好不好？再回顾一次哦。13985，好不好？7月6号，我说过什么？来，好不好？这是融资维持率低档背离呢，就是说这个筹码，这里的筹码它洗的是4.43，洗的比8523还干净，投资者，这里筹码洗的比这里还干净，这里喷这么多，这里当然喷啦，好，但请问你需要思考什么？我融资维持率低档背离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跟我讲过有没有？8523、15159、13951都一样，转折是力量，这力量是注定会大涨的，有没有？今天只是完全验证哈。所以我的看法是什么？慢一天少赚很多，好不好？你千万，我讲过 N 次的哈，你不要等到过15、13次才追，那个时候主力一定狠狠的。扒这个散户，扒他多空双扒受不了哈，自己把握机会哈。下个礼拜三开始哈，月线开始翻阳，就是说在甩掉诱空后，会有更强、更快的喷出暴力。因为你看哦，主升，你看跌的反弹的也来之后，什么跌升的反弹后，再经过横盘一阵子，它也有机会变成主升的标股啊，就是说。随时曾经过，未来的主升段标股一定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什么？你一定要把握哈，务必要把握更强、更多的暴利哈，然后一边赚暴利一边学习哈。那我的技术班扣三 D 提款机，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学，为什么？它对你一辈子趋吉避凶很有帮助。扣三 D 会喷，扣三高会反向跌啊。
你永远是把握扣三低，然后避开扣三高的，懂意思哈？那最后呢，感谢我们的 APP 带给我们团队哈，幸福美满的好生活，投保你再看一次哦哈，来的话，背离二度大背离到今天涨1002点了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暴利，为什么？均线助涨，有两种均线进入助涨区了哈，所以未来会有更快更强的暴利，请各位把握。建达你看到了哈，扣三低赚42%，恭喜 APP 用户跟会员。好，宏达电建投今天第三根涨停，恭喜哈，这是威盛已经赚20%，今天获利再创高29%了。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来，这是 AS 有没有？今年上半年暴赚93%亚诺法的赢家，重压 AS 1025。今天创新高1180，未来呢喷更凶，好，自己把握机会哈，全新的标股。然后呢，我们8月1号会霸气的升级，会有更强大的叮咚功能，目前没有涨价，还有优惠哈，标股就有优惠，帮你锁定全新的标股哈。啊，来爱的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电话来电做咨询，全新标股的话笃定会有，为什么？大主力助涨了。下礼拜三开始，主趋势线也要帮助上涨的，所以一定会有全新更多的主升标股，请各位务必要把握哈。最后，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拜拜！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证券投顾0800668085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